您正在收看的是《中国财经报道》，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财经资讯。央行发布公告称，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、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到期和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，当日开展800亿元逆回购操作，期限为7天，中标利率为2.55%。当日，银行间市场各期限利率涨跌互现。23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显示，隔夜和7天利率分别为2.586%和2.651%。